林子祥叶倩文坐地铁被偶遇，全程牵手，感情甜蜜，打扮低调，无人认出。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，在长沙地铁上偶遇到了林子祥和叶倩文夫妇，对方表示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快下车，胆小不好意思上前合影，再加上要赶高铁，实在有些可惜。已经60岁的叶倩文虽然头发白了，身材却维持得非常好，身上看不到一丝赘肉，她全程搂着林子祥的手，感情好到让人羡慕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两位好歹也是香港知名歌手，居然会坐地铁，实在是非常难得。从视频中可以看到，他们身边并没有工作人员和助理，很显然叶倩文和林子祥是单独出门，旁边的人都只顾着玩手机，完全没有认出这两位大明星。旁边的人估计没认出林子祥和叶倩文，再加上两人戴了口罩，打扮非常低调，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，没被认出也正常。这段时间，林子祥和叶倩文一直都在长沙录制综艺，前不久，他们现身某餐厅吃饭，被粉丝认出后，夫妻俩大方与粉丝合照。